大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大哥，我是来还你钱的。哎，兄弟，能不能借点路费给我？我快进到这地方了，现在身上没路费了。我没有钱，我上次被你骗子见多了，想骗我。我骗到这个地方来了，能不能借点路费给我？我借的手机，你打电话给你家人吧。我手机也被他们拿走了，我又记不住家里的电话号码。不够。都拿给你吧。哎，大哥。你家住哪里啊？石青二组。我才借你几百块钱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用。没事没事，你拿着吧。如果当初没有你的帮忙，我真的回不了家。